早安 ，Good morning。那我现在是在很赶的状况，因为要赶着聚集，那我们要去新加坡找我的弟弟。等一下再讲，因为我还没有吃什么东西过。等一下见，拜。我们到新加坡啦！他们全部一脸很累的脸，该飞机那边 edit video。那我们现在去我们的 hotel check in。现在 Chinatown 这边要去吃晚餐，好饿哦，超饿。生日，对，他今天呢要来找我们，然后我们要去 celebrate birthday， 也要出去去吃那个很出名的那个日本鳗鱼饭，他们讲很好吃，所以我们等一下要去那边，等一下再讲哦。这个鳗鱼饭的吃法呢，你就是要把鳗鱼的饭变成四个，然后放在这个碗吃。第一个呢就是吃原味，第二个就是配这个芥末啊、葱啊、紫菜，然后第三个就是配这个 broth， 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喜欢你要想吃还可以配这些 sauce 吃，就这样了。Taste test， is it nice？因为我有两颗。Heaven， 超好吃。那你要也可以吃哦。好，现在要来吃原味，就是超级鳗鱼，再来吃。有啊，小心。超好吃。嚼啊，很好。这很脆耶，它的皮，而且它烤到很熟，是不是很好？来这边喝下午茶，哇，好好吃哦！它有很多 activity 耶，现在。I don't know if I do. Sometimes I think about the good days we had, but they were bad days too. And I know love is like the phases of the moon.外面下雨，所以我们现在在准备这个 beer 这边吃东西。